动画动穿墙，大家好啊！又到动画动穿墙嘅时间。喺上一集咧，我就同大家再系讲述咗啊，我哋同黄玉郎先生嘅一啲嘅合作嘅过程啦吓。啊，而阿黄生喺呢集咧，我亦都同大家再同大家讲多次咧，就系阿黄生到而家为止咧，都系我谂可能系唯一一位香港人坚持喺二十年之间咧。都系仍然系做动画嘅人员嚟嘅，咁当然啦，黄生系大老板啦，咁啊呢度系好佩服佢嘅，系好佩服佢嘅。喺上一集讲到咧，就系阿黄生第一部嘅大电影，想系推出市场咧，并唔系神兵燃奇，而系一个叫做大圣王嘅漫画嘅品牌，阿邱福龙先生嘅主编嘅漫画。而佢系同一个上海文港嘅一个上海嘅一个阿爷单位啦，去做合作嘅。咁喺2003年咧，系开咗记者招待会，系宣布呢件事，宣布呢件事就唔系签一个正式嘅合同，只系宣布呢件事佢哋会合作嘅啫。咁我哋喺一个朋友介绍之下啦，咁喺呢个上海文港嚟香港嘅期间咧，我哋同佢见过一次面。亦都係叫做無需自戰啦，希望大家睇下有冇合作機會啦。咁我哋就播咗《風急雲路》嘅片俾佢哋去睇啦。咁即係大家頭先睇到喺片頭睇到《風急雲路》嗰段片啦。啊，《風急雲路》呢段片咧係我哋同第一次同阿馬 Sir 去合作嘅。咁馬 Sir 同合作嘅，咁喺製作過程咧都好多故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而家咧我係講咧就係開始進入咧就係我哋點樣去會同呢個上海文港去踏入合作嘅一個過程，係因為關乎到《風急雲路》呢段片嘅。咁因為喺2003年啦，咁我哋有機會咁接觸到上海文港嘅人員啦，陳文老師啦，咁我哋播一段片俾佢睇，亦都送咗隻光碟俾佢。咁佢翻咗去上海之後咧，好快咁再接觸我哋，就希望咧我哋係同我哋合作。佢話
如果是有得揀的话呢，咁佢哋宁愿是做呢个嘅风云。嗱，嗰阵时佢嗰阵时系做唔系话系同阿黄生系断绝咗做大圣王啊，唔系㗎。其实两回事嚟㗎，系两件事嚟㗎。只不过陈文老师系探讨下喺大圣王之外会唔会多个选择，又或者甚至乎系双线发展咁解嘅啫。因为呢系喺嗰阵时呢系中国政府呢系有一个嘅动画嘅扶持嘅计划嘅，希望大力发展所谓嘅动画产业。咁当然啦，上海文广系一个嘅阿爷单位啦。咁中央电视台嗰啲讲我唔讲啦，因为唔关事嘅。咁佢哋都系喺呢两个机构，希望呢两个机构大力发展到动画嘅。咁喺佢哋嚟讲咧，佢哋虽然有一间叫上海魅影嘅制作厂啦，咁但系佢哋冇嗰阵时系已经系一个好老嘅一间厂嚟噶啦，冇活力同埋冇一个生产力噶啦，啊冇一个生产力噶。不过呢个我唔讲啦，呢个咁喺呢个喺佢哋上嚟香港期间咧，佢哋除咗系同阿黄生签约之外咧，喺上一集我都讲过啦，原来佢系有同另一个香港人咧去合作去做动画嘅。咁呢一个人呢叫做卢永强，卢永强系一个电视台嘅前嘅编导嚟嘅。咁我唔认识呢位卢永强先生，但我认识佢嘅拍档啊苏永乐，一个苏永乐，佢系一个玩具商人嚟嘅。咁佢哋点同即系卢永强同埋苏永乐点样去合作呢？咁呢个我又唔知啦。咁但系喺陈文即上海文讲啦，除咗同黄浪佢有一个初步嘅协议合作之外呢，其实佢哋系嚟香港呢系同卢永强呢间公司呢系合作，我唔知佢系合作一定系采购啦，好似系采购，好似系采购，或者好似系合作添嘛，我唔系好清楚。总之佢哋有啲嘅合作嘅动作啦，就系、是、合作做一套叫做唔系做啦，总之就是anyway 点都好啦，一套叫做《宝贝女儿好妈妈》嘅动画片，《宝贝女儿好妈妈》咁都系呢个项目咧，其实是一个好低幼嘅项目嚟嘅，系用啲 Flash 软件去做嘅，用 Flash 软件去做嘅。咁嗰阵时系上海文广好似系攞咗佢哋嗰个嘅采购权啊，播映权啊，嗰、那个嘅制作就好似全部都系卢永强先生嘅啦，我真系唔知道。但 anyway 点都好啦，就系呢个项目咧，就系将佢两位，即系佢哋除咗系上海文广之外咧，系同香港人合作嘅另外一个项目嚟嘅，就叫《宝贝女儿好妈妈》，系一个好低幼嘅项目，用 Flash 软件去做嘅吓，用 Flash 软件去做嘅。咁点解会讲呢个嘅《宝贝女儿好妈妈》咧？因为咧呢、這个卢永强先生同埋苏永乐先生咧。做完呢个宝贝女儿好妈妈之后呢，当然啦，系以我所知就系蚀钱啦。做咗呢个项目之后呢，佢哋再做另外一个项目，再做另一个项目。呢、這个项目大家一定知道系咩嘢项目啦，一讲就知啦，就喜羊羊啦。喜羊羊，冇错。苏永乐同埋呢个卢永强先生两位先生合作嘅公司呢，第一个项目就系叫宝贝女儿好妈妈，第二个项目呢就系、是、已经系叫做喜羊羊啦，喜羊羊。不过呢个另话，呢、這个我拨埋一边先讲啦。我下边有机会再同大家讲下。除咗我哋之外啦，系香港嘅同业啦，发展动画嘅一啲嘅，以我所知嘅经过啦。当然我唔系知全部啦。咁好啦，我哋亦都讲过去到上海文广嚟到我哋香港，同我哋去倾一啲，见到我哋有个风急云路呢个嘅项目，之后呢咁好快咁样联络咗我哋，咁呢、這个古仔就到呢度为止呢，我就唔再讲住啦，呢件事就发展到呢度啦。咁我带出嚟呢就係乜嘢呢？带出嚟呢就係呢，点解我哋会係嗰陣时係揾一啲嘅，即係好積極去揾一啲人呢去合作呢。咁前幾集大家都聽我講過啦，由我哋去做動畫，唔知做咩題材，我哋就做咗一個三級動畫片啦，《艷女幽魂》啦，跟住做呢、這個叫《董董樂園》啦，跟住就係好彩咁樣認識到黃澤先生，咁做到佢老夫子，跟住一連串嘅項目啦，亦都同香港嘅漫畫嘅人員呢去做咗一大串嘅視片，哇起碼都
七八个题材嘅动画片嘅样片啦。咁而係我哋最后呢就係揀咗加尔妈妈同埋呢个蔡志忠嘅动画嘅片去做。咁呢个係电视劇啫。咁电影呢我哋除咗係做老夫子嘅大电影之外呢我哋仲同阿黄生去合作做呢、這个神兵燃气嘅大电影啦。咁亦都其实做倾緊係做风云嘅大电影嘅风云大电影嘅。咁嗰陣时嗰、那个即係摆喺我哋眼前好多题材啦，好多题材，即系乜嘢都想去做啊，乜嘢想去试咁样。咁嗰阵时喺我哋手上上嘅项目咧，系超过七八个项目啊，同一时间去做啊。咁引申到咩问题咧？引申到我哋嘅财力问题啦，财力有限啊，财力有限。而嗰阵时咧，我哋亦都系认识咗啲财经界嘅朋友啦，咁都系一啲通过一啲嘅朋友去介绍啦。咁嗰阵时喺香港嚟讲咧，都系跟随国家嘅政策啦，大力鼓吹呢、這个创意产业啊，动画其中一个。咁佢同我哋讲：喂，你哋可以系搞下上市、哦，你咁样可以搞，我哋未赚过钱嘅、哦，唔系未赚过钱，我哋赚嘅钱应该唔足够嘅、哦。嗰阵时啱啱系有创业板啊嘛，咁啊，喂，可以喺创业板做，呢、這个系。好大嘅機會嚟嘅，咁啊嗰陣時開始去投入咧，去嘗試啊搞上市啦，哇喺搞上市喎、啊，哇呢個基本上係諗都未諗過，我哋只不過係一間好地道嘅香港嘅一啲光碟嘅發行公司咁樣啊，跟住又唔識死咁樣去做個動畫，跟住就越搞越大咁樣，搞到話上市喎、啊，喺我哋一個即係我本人咧，係一個地道嘅香港仔啦，香港草根非常草根。出身嘅香港仔啦，咁其实基本上系谂都未谂过嘅，嗰阵时真系好似发梦咁，哇！发咗个好大嘅嘅美梦咁样，其实系噩梦嘅开始嚟嘅。咁呢个我唔讲住吓，我后面再同大家交代一下。我哋一转接啦吓，咁话我哋同一位财经嘅朋友啊，谂住去搞上市，咁而所使嘅钱好多，上市原来使嘅钱好多，咁当然基本上叫做未见官就先打八十啊，咁喺搞上市嘅过程咧，咁亦都系消耗咗好多嘅资源啊、钱啦，亦同时亦都要系即系做处理好多项目。咁呢位财经嘅朋友咧，不如我介绍位老板你识啦。佢咧但系都想系做一啲动画嘅事业嘅。佢系一个玩具商人。咁引入咗一位钱生啊，咁就加入咗我哋公司。我哋叫 PIPO， 即系喺上次之前咧，系入股我哋公司。当时只系入股大概5%，我唔记得咗，即系好细嘅股东嚟嘅啫。咁有阿钱生喺入股之后咧，我哋公司就资源就多咗啦，咁就可以真系放手去做好多嘢嘅。咁当然啦，我都系话啦，系以为系一个好大嘅美梦，咁其实系噩梦开始啦。咁好啦，呢度我暂时都唔讲住啦。我而家正正式式系同大家讲咧，系我哋同阿马 Sir 嘅合作，阿马 Sir 即系马荣成先生合作，马荣成先生合作，大家喺片头见到啦，吓《风急云怒》呢段片，吓《风急云怒》呢段嘅动画片啊，喺2002年去制作嘅，喺2000制作嘅。咁我亦都要再系翻转头，再讲系我哋点样去同阿马 Sir 去接触，点解会有呢段嘅试片样片出嚟？我可以同大家讲下呢个，基本上系一个都几有趣嘅一个嘅过程嚟嘅。嗱，記得咧，我哋喺之前咧，我講過啦，我同好多個漫畫人接觸，好多漫畫人接觸之後咧，阿黃玉郎先生就係同我哋有啲合作，做呢個農夫五世，做呢個農夫五世嘅樣片啊，做呢個農夫五世嘅樣片。喺做農夫五世嘅樣片嘅期間咧，咁其實阿馬明成先生咧，其中佢有位職員咧係我哋識嘅，咁啊識咗我哋。咁就不斷咁同我哋交換下啲市場信息嘅意思啦，市場信息嘅嘢啦咁樣啊。咁喺我哋知道我哋大概係會完成咗呢個嘅《龍虎五世》段片之後咧，咁佢正式提出要求，佢話阿馬 Sir 咧想同我哋傾下偈。
马 Sir 想同我哋倾下偈。我哋话系突然之间，喂，点解会由马 Sir 会注意我哋嘅咧？咁样，因为喺嗰阵时，我哋所知咧就系阿马 Sir 同埋阿黄生咧系竞争对手嚟嘅，咁都系一个几愕然嘅事啦。咁啊 ，anyway 点都好啦，咁识到嘅朋友啦，但系咁大家交流一下啫。嗰阵时我从来冇谂过，同阿马 Sir 合作噶，从来冇谂过。当然啦，马 Sir 系我哋嘅，系我本人嘅漫画偶像嚟嘅，系我本人漫画偶像嚟。我第一次睇阿马 Sir 嘅漫画咧，系1982年啦，哇，好早啦，唔系中文英雄嘅，之前嘅事嚟嘅。咁OK， 唔系上嚟啦，上嚟，大家即系我话系咪喺香港见面啊？我话唔系啊，佢系想参观我哋嘅制作流程，就系、是、工作室。哦好啊，咁啊约咗个时间，咁啊约咗，我记得嗰日啦，系2002年嘅4月，啊个天气好闷热嘅，非常之潮湿，咁啊约咗阿马 Sir 嚟我哋嗰度参观啦，咁啊都好夜嘅约到，因为阿马 Sir 要赶稿啦，佢哋漫画人啦，约咗八，我记得好似八点咁上下啦，都好晏嘅，咁啊最衰嗰日咧，原来我哋公司坏，因为装修咧就坏咗冷气，冇冷气，咁好啦，阿马 Sir 嚟到，咧，哇好热。咁我话马 Sir， 即系行个圈就沙尘滚滚，之后就不如来食饭啦。但系马 Sir 唔系，马 Sir 嚟到咧，我仲记得嗰个画面，马 Sir 着一件格仔衫，好有型啊，揸住乜大扇，好似烈风咁乜大扇啦，泼下。咁啊，见到我哋做一啲嘅动画咧，都好都好有兴趣咁样啦。咁碍于呢个嘅制作嘅承诺咧，我哋就唔能够将阿黄玉郎嘅黄玉郎先生嘅《农夫五世》嗰阵时未播噶，即系未公开播噶，就唔可能话系播俾阿马 Sir 睇啦。咁但系马 Sir 嗰阵时嚟到，大家都知道啦，佢个目的系想乜嘢，大家知啦。咁我哋就都有啲嘅镜头可以俾佢睇到啦，咁啊有啲嘅片段可以俾佢睇到啦，就唔系播晒全套啊，因为有工作人员喺度做紧啦，咁啊佢行到嗰度咁啊，即系睇到好专注咁样啦。咁啊，我记得咧喺我哋嘅同事同佢做咗个小小嘅交流会啊。喺嗰个嘅交流过程咧，阿马 Sir 咧大汗搭细汗，同一啲嘅我哋嘅画师咧喺度交流画工，我就记得佢即席挥毫咧画咗风云一啲嘅主角嗰啲嘅样出嚟，我嗰啲画面我仲好记得嘅。咁啊好啦，咁交流完毕啦，咁啊去食饭啦，我哋请阿马 Sir 去食饭啦，嗰阵时好夜噶啦。我哋就去咗我哋公司嗰阵时对面有一间酒店都好出名啊，阳光酒店啊，我仲记得啊，嗰度食餐饭啦咁样啊，呢餐饭咧就改变咗我哋公司嘅一个好大嘅转变啊，下一节同大家讲。女士嘅头发唔。